屏东的咖啡豆结合新竹原乡部落的马告制作成马告咖啡，这是来自屏东雾台的摊商透过各原乡特色农产创新研发更多元化商品，并在贸管处举办的山的那边市集中展售。新竹的马告，我们结合了我们的屏东的咖啡，雾台咖啡，马告咖啡，然后再到台东阿美族太阳优，也结合了他们的米，不管什么组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原乡，为我们农产品一起推广促进。除了与不同产业合作，在摊位旁也可以看到摆放刺绣图文背带、图腾耳环等文创工艺品，这些是一手大学原住民青年的创作，并借由农特产品带来的人潮一同推展青年文创商品。结合我们原住民青年在做的文创类的话，也是一种带动部落的青年的一种文创类的一些启发啦。那我是觉得说能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他们一起展销，然后也让更多人看见说原来我们青年是真的有在做事，有真的在做文创类这一部分，有想要发扬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部落产业行销不再是单打独斗，取而代之的是团体战，并透过网络市集展场等多方的行销手法，让更多人看见原乡各项产业。原视新闻综合报道。